教師承擔住培育年青人的重任，是通過課堂內外和學生的接觸，言傳身教，培養學生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，積極鼓勵老師參與專業發展活動，將他們所學的帶回來學校。我們希望透過不同的學習、不同的改變，令到我們的小朋友可以達至小學七個學習宗旨。我們深信學校的老師可以發揮專業精神，為我們的莘莘學子提供優質課程，為他們的全人發展奠下良好的基石。